486观光英语教室。请问需要什么餐点呢？有什么？有 beef、pork， 还有 chicken。那我要 beef。beef， 牛肉。beef， 那我要 beef。你嘞？我也要 beef。两个 beef。好 ，beef 是炒面哦。beef， 牛肉。beef， 啊，不想吃面。我也不想要吃面嘞。那请问是要 chicken 还是 pork 呢？ chicken 鸡肉。 chicken chicken， 他说 chicken 是配什么？ chicken 应该是配马铃薯泥吧，是吗？ chicken 是配饭哦。 chicken 鸡肉。 chicken 那 pork 是配马铃薯泥哦。 pork 猪肉。 pork pork 是配马铃薯泥耶，可是我想要吃 pork， 我也想要吃饭。那你到底要 pork 还是饭呢？那我吃 pork。两个 pork。pork， 猪肉。pork， 两个 beef。我忘记了。好，吃饭。那也好，这个我们直接吧。我们两个 beef， OK， 一二三。我想要两个 beef。 你玩一恭维哦。那你到底要 pork 还是饭呢？那我是 pork 加饭。每天一分钟学英语，486观光英语教室。